里可以干嘛那些猪？哎，等我呢。好，圣诞节到了，我们来交换礼物吧。好嘞，最喜欢收礼物了。哎，我的礼物，我有带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有嘞，我带的礼物我自己都很喜欢呢。好嘞，那我们来抽礼物吧。现在这，我们抽签决定。恭喜喜剑，签要洗一洗。我们等一下就是自己抽自己的签，抽到的人呢，就是负责送你礼物的人哦。长幼有序，我就先抽啦，这个好了。什么啊？谁的名字这么长？绿树临风的俊男。是我啦，我自己取的，好听吧？这是母羊座吗？这个礼物蛮适合你的。啊？这是什么啊？军旗手套。我平常都有在练拳呢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手套，送给你。哦，我戴起来好看吗？应该蛮帅的吧。OK， 卡布换你抽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哪个好呢？那个现在是我抽，还有这个吗？那我抽这个胖老爹，这里有胖老爹吗？是我啦，写的时候太饿，不小心写错了，嘻嘻。一咻，再来啊！这里是鸡腿啊，很香吧？上次奴才啊，真的很固执，要半天要不到，我就自己去买一个新的呢。来，送你。哇，是鸡腿耶！你要吃肉？嗯，好吃，好吃。换我抽啦，这个好了。卡布，我抽到你的嘞。我们，好，等我一下。我去拿礼物。咪咕圣诞快乐！你一定要靠我这么近吗？我来猜猜看，长得这么漂亮，应该是还不错的礼物吧？这是什么嘞？居然玩起来了！我到底为什么要收一个从我身上掉下来的废毛当礼物呢？咪咕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啦。好了，不要玩了，我们来拍个大合照吧。哎，我来瞧一下镜头。好了，大家可以过来喽。咪咕，咪咕在哪里？圣诞树好美呢。哎，咪咕，快点过来了啦！怎么了？在干嘛？我们快点拍一张大合照，祝大家圣诞